啊，我知道他俩玩，别的股权不玩了，家伙，今天别的股权不玩了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啊，有好多朋友想看小狗啊，还有很多好朋友想看看玩游戏啊，再一个就是咱家狗也，老大坐起来，再一个咱家狗也到了吃饭的点了。这个胶带，那这黄胶带没有白胶带粘啊？这个黄胶带不愿意粘啊！牛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啊！牛坐起来啊！好，牛啊！拍了一个搞笑视频，来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儿啊！你们俩谁想吃牛肉粒儿？啊，小明摁响的，谁想吃牛肉粒儿？又响了。啊，一，咱老大别躺哈喇子啊！牛，你等会儿来，牛，等会儿来。一，你老大按铃，老大，老大怎么按着铃呢？老大，老大按铃，老大按铃，老大按铃。哎，你老大可聪明了，平时，老大今天怎么不按铃呢？你别动，老大你先别，老大哎。啊好，干啥小明啊？小明你先别按，你先别按，让老大按，别按，老大按铃。哎好，啊，好，老大按，哎好，老大按，好，老大按，好啊好，这位老大会了啊。好了，这回你来按铃，我有啥事来按铃啊，一二三，你看老大小迷糊就知道按铃，小你看吗，小迷糊这一小迷糊是按铃，老大是吃好吃的，你看啊，别动啊，三，哎不对，那么你怎么吃俩呢？我刚夸完你牛啊，你怎么吃俩呢？你咋不扛夸呢你？坐起来，给老大一个奖励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哎，给我他妈吃一个！按铃，怎么站着吗？按铃，按铃，来，等会儿来，把它坐起来，让大家一个奖励来，不动啊，哎，你看，出来。你是不是要急眼了？你换眼了是不是，明白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你坐起来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，老大。
你看看你们，我把着他，你按呢？不想让迷糊大的按铃儿，人家都按了，不给人家一个机会了。我想让老大一把，你没发现把老大给你老大都害怕了吗？小迷糊蛋的刚才那个举动把老大整害怕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小迷糊蛋的按铃了，我给他奖励了，我给他奖励了，我想让老大按一把，是不是？这帮狗蛋子，我整的脑瓜子犯蒙圈都。你别吵着邻居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邻居来找我，真的，我家也没邻居，俺家没有邻居啊，俺家没有邻居，吵不着邻居。老铁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。俺家也没有邻居，老铁，没有邻居来找我，邻居来找我呀，真的，那指定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邻居要能找我的话，那太阳指定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哎，好，一人一个，非常恐怖啊！啊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啊。地下室啊，地下三层啊，小狗吵到脑瓜疼，这帮小狗太能吵了，跟当初小牛蛋的差不多，知道吗？跟当初小牛蛋的差不多，小牛蛋就能吵。咱们这个牛粒啊，想买牛粒家吗？现在我给大伙看了这个小牛粒家吗？含肉量 40%， 牛肉咱们牛肉的含量 40%， 鸭肉含量 25%， 咱们鸭肉含量 25%， 牛肉含量 40%， 拍一发四罐，咱们一罐是170克，一罐是170克，拍一发四罐啊，咱们拍一发四罐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一单，咱们啊，有需要的好朋友你们可以拍一单啊啊。住这里吗？肯定是住这里呀、啊，家，这个地方是家。我不住家，我住哪儿？我住宾馆，我住洗浴去啊，是不是？我肯定是住这儿啊。啊，拍一发四管啊，对不对？咱我不住，但是我住哪儿去啊？我住大街呀、啊。我住洗浴去啊，啊，让他们小狗出来，那小狗出来，小狗身上尿了，小狗出来就一顿尿，我告诉你，一顿尿一顿尿，那小狗出来吧，好啊，来，三过来，三出来，都出来吧，都出来。